疫情来袭，导致我国的旅游业和相关行业受到冲击。马六甲州政府最近推出一款名为 Malacca Access 的手机应用程式，为商家提供一个崭新的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带动州内的旅游业复苏。这一款手机应用程式是由州政府和私人企业耗时一年合力开发的旅游电子商务平台，一开始推出便有80名商家响应加入。应用程式首席执行员大豆傅正宏指出，该平台推出许多超值优惠配套，让游客和本地民众能以更加实惠的价格玩转马六甲。Malacca eAccess 的这个 app 是一个很好用的旅游手机平台。我们来到马六甲的时候，我们可以 download 这个 apps 来享受很多马六甲的一些电子票，或者是一些好吃的食物，还有一些酒店的优惠。因为经通过这个马六甲的这个旅游平台，我们尤其是本地的游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咨询，我们也是可以买到很多价值跟实惠的电子票，还有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马六甲旅游景点的一些历史一些资料，我们都可以得到。他补充，该款手机应用程式也附有电子钱包的功能，方便民众随时充值购买平台内的优惠配套。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通过 Google Play 或是 Apple App Store 进行下载。